吗？哎，你现在在哪？别哪了？在那看，等你有时间呢，做点饭就吃了。不要吃，你别闹了，我几个我买的豆腐，咱乱一刀。大豆腐洗净，给它切成小块。新鲜的韭菜洗净，给它切成小段。起大锅烧油，油热放葱蒜干辣椒，炒香放黄豆酱、郫县豆瓣酱，放蚝油老抽，给它炒出香味。下入切好的豆腐，加入俺家井水，放精盐鸡精十三香，来点生抽，大火烧开，下入泡好的粉条，盖上盖子煨五分钟。最后给它撒上韭菜段。老铁们，这就是非常好吃的豆腐醉粉条。老妈，兄弟们，老铁们，给咱们造个双击。你抢吧，老铁们会给吗？你一定会的。感谢大家了，感谢大家，真有味，真香，好吃。